就是这儿。没事，我先走了。西门沧海，出来受死！你吵着把我干啥呀？这是？谁是西门沧海？请问阁下，我的徒儿龟田一郎因你而死。今天我让你们所有的人为他陪葬。你可能存在误会，西门大侠，你可以用分身术干他。少废话，反正你们都得死。慢，你要先跟我过招，必须过我徒弟这关。好像心脏病犯了。回禀公公，据下官了解，西门长海这个人非常不着调，也不像大侠的样子，似乎也没有武功，仇家来的时候差点把命丢了。你呀，不要总被这些表象所蒙蔽。真正的高手都懂得韬光养晦。你说他不会武功，那长白山论剑上分身术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公公，下官有个大胆的猜想。有没有可能西门长海有个双胞胎的兄弟？你拿他当我这俩球呢？长得一模一样啊？啊？你长没长点脑子呀？办事不利，用这么一个荒谬的理由来敷衍我。公公息怒，公公息怒。再给下官一次机会，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算了吧。我不想在你身上再浪费时间了，哼！这次我要亲自会一会这个西门长海。